大家好，先来介绍的这款游戏叫做是《满天星山》。它这款游戏其实就是不需要，它不用透过网络连线就可以游玩的游戏。然后它就是也是在消方块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在消星星。至于怎么用，我们就来玩玩看。它这款游戏其实是一款以直视的方式游玩的游戏，然后搭配这种音乐，那种很像在睡觉的音乐，然后就是让你轻松的游玩。然后在游戏选择方面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是闯关模式，就是可以用闯关的模式，然后去达到那个消星星，达到那个目标中呢，然后再进行到下一关。这个就是时间模式，就是看你那60秒之内呢，你可以得到多高的分数。然后或者是这个步数模式，就是你在一个30步之内呢，看你能够得到多少的分数来进行的一款游戏。然后上面的话就是没有什么，就是一些广告的部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先从这个闯关模式来玩看看吧。其实这款游戏它就是以一个你要达到你这个目标就可以了，然后它只要有2个就可以进行消除的动作，然后按一次，它可以看到你有多少分数，3颗就是45分。4颗就是80分，所以零越多的话就可以得到越高的分数。然后我们就是以越高的分数为主，然后尽量达到这个目标。因为我们是玩的现在这个是以一个闯关的模式为主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以达到目标就可以进行到下一关。所以你就要消到不能再消中呢，就可以进行到下一关。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达到分数了，然后如果你剩下的星星越少的话呢，那你的奖励就越高分这样子。哎，这样子就剩下比较少，然后他就可能，如果你奖励如果是剩下零颗的话，就会有奖励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又要到一个更高的目标，我们就是以双击，然后这样子越高分这样子。然后因为它这款游戏也不需要透过网络连线，所以你可以慢慢的玩，然后也没有限你时间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那个闯关模式的，然后如果你很久没动的话，它也会提醒你说，哎，哪里有可以动的，像这样子它就会闪烁。然后这边也有一些道具可以让你使用，像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变换你现在盘面上的颜色的星星。可以，如果你现在觉得，哎，你现在在盘面上不好去消除的话，你可以按那个，然后来让你做一个换颜色的一个方式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在，如果你觉得，哎，这边跟这边，如果你只要换个颜色的话，你就可以让紫色连在一起的话，你也透过这个换颜色的方式，点击方块，然后就可以让它换成别种颜色这样子。像这样你就可以换成你要换什么方式的啊，或者是你把它打掉也可以。然后这就是这2种道具可以使用，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谢谢各位喽。